唐拜尔乐团哦。好，我们演出的钢琴是品珍，吉他是荣恩，鼓手是汪慧还有洪轩。汪慧学多久了？还没有一年嘛，还不到一年，半年。洪轩，赶快来。洪轩更短了，洪轩才一个半月，快两个月哈。他们是我们的青少年哈。好，今天第一次要表演，他们紧张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。好，我们要带来两首很好听的歌，一首叫做《让爱飞翔》，第二首叫做《恩典之路》。那等一下唱的时候，你如果听了你觉得你会唱，你也可以跟着唱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首《让爱飞翔》。如果吃完了，手也可以借着我。也是我们这个另外一个打鼓的学生，他才学两个多月，那今天很高兴他能够来这边为大家伴奏，那也希望今天来到当中，就像刚刚的歌词，我们彼此谢谢妈妈的爱，也彼此谢谢彼此的爱，那这个是一个恩典的路，我们一起来唱。好，那这首小朋友也都很会唱，我们一起来唱。Thank you.
妈妈，我们起立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小孩子来祝福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去谢谢他们好不好？然后你们也可以跟前后左右的哦来彼此问安，说谢谢你的爱，好、哦、谢谢你今天来到这边，好、哦、我们大家可以起立，好、哦、彼此问安一下。好，可以谢谢小孩，让他们都坐在后面，好、啊、谢谢他们今天的帮忙。有一股清流来到我们的当中，现在我们。